找我有事吗？我想见见可丽。你，我是可丽的亲妈。可丽在家吗？可丽上学去了。那我进去坐着等她回来好了。我该称呼你小姐。我还没有丈夫呢。 可丽什么时候放学？快了。她该有17了吧？对。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我当然知道她什么时候生日，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你今天是要来看看她？耶！我不来看她，我来干嘛？串门子。 我去找过可丽她爹，本来呢，我是希望她陪我来看看郑太太，三个人面对面的把事情摊开来，谈个清楚。可没想到我到她那儿是白跑了一趟，我不希望我到这儿来也是白搭。这十几年来，我是把可丽当做我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的，希望你能够体谅我的苦心。 我并不是有意要抢夺可丽，对她亲生母亲的孝心。我自己也有儿女，我从来没有在他们面前讲过可丽真正的身世。我是希望她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成长。我希望她的身心能够得到平衡的发展。我听不懂这些大道理。当初我撇下可丽，是因为我养不活她。 现在我有一点钱，我可以供养他，让他过更舒服一点的日子。你的意思是，你不能把他带走？不能。哎，我是他亲妈呀，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带走啊？陶小姐，这十几年来，可丽并不知道她自己还有个亲生吗？你现在突然出现，又要把他带走？ 我想，他不会接受的。他不会接受也得接受，儿女不认亲妈，这是忤逆不孝。而且他也受过教育，我相信他这点道理不会不懂的。他懂，这点他懂。而且，他是个很孝顺的孩子。我知道他会是个很孝顺的孩子。 仁杰说过，你是个女学究，你调教出来的孩子不会有一个不是东西。这十几年来，可丽一直过得很平静。你现在突然间出现，要把她给带走，我想，她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突然间改变的生活。 在心理上，他也没办法适应的。你能不能再等一段时间？要等多久？等我找到一个恰当的时间，我会把真相都告诉可丽。那什么时间才会是恰当的时间？ 这个我也不晓得。你不知道还要我等？你分明在拖延嘛，空口说些漂亮话。我问你，我为什么不能把可丽带走？你凭什么把可丽带走？哎，可伦，原来你是……我是郑可伦，可丽的哥哥。哈，好小子，把
你老爸骗人的招全学会了。你，可伦，到房间去，叫你到房间去，听见没有？哎，等一下，我问你，昨儿我遇见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正好从你爸那儿出来？哎，你聋子，我问你话你听不到啊？可伦，回答阿姨的话。我爸说他不想见你。哦，你跟你老爸串通好了，是你爸爸叫你骗我的。我爸爸从来没叫我骗人，只不过我看你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不应该跟你说实话。不错，你真是你爸的好儿子，把他那些骗吃骗喝的本事全部都我警告你，你不要侮辱我爸爸。我没有侮辱他，哈，你爸爸是什么货色，你妈比我更清楚。唐小姐，拜托你不要在孩子面前讲那些大人的恩恩怨怨好吗？哼，可伦，进去。陶小姐，我希望你把你的电话地址都留给我，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会让你跟他见面的。只是我不希望你让他知道你是可丽的亲生母亲。那我还来干什么？我来见我的女儿就是要听她叫我一声妈，亏你还是个办教育的。我去找郑仁杰，他总该给我一个交代。妈，那个女的，让妈进一进。郑可欣，哪位？正在忙啊，什么事啊？啊？我马上回来。好好。哎，方秘书，我要出去办点私事，你帮我请个假，跟董事长说一声，主管会议我可能赶不回来。出现呢，可丽到我们家都已经十几年了，从来就没见她来看看，会不会是有什么企图啊？她要是另外有企图，那就好办了。妈，可丽绝对不能交给她。什么理由？可丽已经入了我们家的籍了，是我们郑家的人。我们谁能跟她争夺这个监护权？你我，可心，谁都不能出面的。爸爸可以，他把可丽往家里一扔，十几年了都没见面，他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可丽根本不认识他。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不让他把妹妹带走。哎，做事情要讲究方法的。你有办法？我们先要了解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就是要带走可丽啊。没那么单纯，十几年了，如果他要可丽，早就该出现了，何必等到今天呢？妈，姐说的也有道理。那他一定就是要钱，像他这种可以把自己亲生骨肉丢下不管的，根本就没什么母性了。你
你什么时候学会在背后批评别人呢？她是可丽的亲生妈，看在可丽份上，不要批评她。妈，你才是可丽的母亲，她不是，她早就放弃自己的权利了。你不了解女人的心，从知道怀孕的第一天开始，藏在内心的母性只会一天比一天的强烈。这十几年来，她从来没有来看过可丽，我想她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这次她突然出现了，我想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来要回可丽。开门，郑仁杰，郑仁杰，你给我开门。开门，郑仁杰。提起这件事情，先瞒他一阵子。妈，如果那个陶小姐又出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再来想办法，不要造成太大的刺激。妈，那是不可能的，只要可丽知道，她一定会发疯的。镇静一点，千万不能让可丽起疑。妈，发生了什么大事啊？没事啊。今天怎么那么早放学啊？老师请假嘛。妈，我刚刚到幼稚园，焦老师说你没去，这已经是很少见的现象了。姐姐今天居然也在家啊？我是因为办完移交工作，老板放我半天假了。哟，这个老板也未免太照顾员工了吧。可丽，这一阵子我们这家人个人忙个人的，难得有像今天的机会聚在一起。可丽啊，你快过生日了，有没有想一想要怎么样庆祝？庆祝我的生日啊？嗯。妈，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常最不喜欢铺张浪费的，尤其是过生日，你说是母难日，整天呢都要不可以吃荤菜，然后什么要报答父母生育之恩，还有要待在家里闭门思过。妈现在观念改变了。改变得这么快啊？我前几天啊还跟妈妈说要请同学到家里来玩呢，开生日舞会，妈妈还臭骂我一顿呢。今天我现在还是一样的反对开家庭舞会呀。开吧。妈，既然可丽想要开个家庭舞会，就让他开嘛。哎呀，男男女女搂在一起像什么嘛。妈，电视新闻上你不是可以常常看到了，那些政府首长啊接见外宾的时候，他们也互相抱在一起啊，男人跟男人抱在一起还脸贴脸呢，那不是更不像话。狡辩。妈，妈。哦，其实妈也不是那么刻板那么固执的人啊。可丽，你现在才17岁呢，等到你20岁的时候，妈会给你开一个正式的家庭宴会。嗯，真的。喂。我马上来。
又是王一军。妈，我出去一下。哥，王一军打电话找你哈。不是了，我有别的事。妈，你看哥好讨厌，刚才才说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一通电话又把他弄走了。你要不要到公司去看看？我也到公司去一下。妈走了。都在等着呢，老板呢？哦，董事长刚才接了个电话出去了，他吩咐由你来主持。哦，我去。啊，好。各位，董事长临时有事，不能赶回来。所以今天这个会议呢，暂时由我来主持。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服装界工作了很多年，担任过模特儿以及服装设计师。我想在座的各位大概也有认识我的。认识认识，郑总的身材是一流的呀。各位，现在是在开会，请不要开玩笑，偶尔轻松一下没关系。而且我本人非常欣赏具有幽默感的人，我觉得高度的幽默感是来自于深厚的知识、学问以及高度的智慧，否则的话就容易流于低俗。因为我刚到任不久，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我们大家用一个很轻松的自由发问的方式来增进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易经理，您先开始好吗？请问郑小姐是用什么方法从一个小小的服装公司一步登天到我们理想企业当总经理？凭着我个人的实力。哪方面的实力？郑小姐，我不是故意在捉弄人，这个问题也许会影响到今后的领导权威性，大家都在猜测郑小姐是利用美色。继续说下去。公司的主管当中有很多人跟着老板十几年二十年，郑小姐突然出现对他们心理上感到很不服气，至少我就怀疑郑小姐行政领导能力。谢谢尹经理对我提出这么坦白的问题，我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说明一下，我相信我的工作能力不是凭口说就能够获得肯定的，所以我在这里给各位一个承诺，如果还有同仁怀疑我的工作能力，我会自动地向董事长提出辞呈的。万总，你这个玩笑开得可真大，你把郑可欣从我这挖走，我的面子可挂不住。郑可欣跟你有没有合约？没有。有没有口头上的约定？这个嘛，我不太记得了。根据我的了解，你是在利用他，你利用他在服装设计方面的才华，也利用他强烈的事业心以及对工作的狂热，你答应了给他公司的干股，给他分红，这些你都做到了。万董，这是我跟郑可欣之间的事情，只要他心甘情愿，说不定我可以在另外一方面补偿他呀，比干股分红还要多。哦，郑可欣这个女人啊，事业心很重，她最高兴的事情是从早忙到晚，满足她的工作狂热。万董，你把她从我这挖过去，我公司损失很大。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偿你的损失？不，我也不这个意思，只要万董给我几张订单，我公司或许还可以维持下去。
要订单不成问题。谢谢万总。哎，先别急着道谢，你很清楚的，我一向对品质的要求都非常严格的。万总，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工厂的作业程序完全是由可行一手策划，品质绝对严格。嗯，只要你好好的干，我相信郑可欣一定会支持你，毕竟你们是同事也是朋友。那我就先谢了。非常谢谢各位的指教，最后我要利用一位经营管理的先驱所说的一句名言作为我们大家今后共同追寻的目标，那就是要心存感谢与敬畏。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是不可能靠自己而活的，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父母、兄弟、长辈、同事、朋友多方面的协助，甚至于我们的祖先、古圣先贤。因此我们对自然万物都要怀着感谢的热忱，然后就是敬畏的心情。孩子要敬畏长辈，长辈才会把做人处事的道理教给孩子，主管要敬畏员工，员工才会全力以赴，这样子呢，做主管呢才能够得到整体绩效的表现。自己要敬畏自己，才会有谦虚的态度，也才能不断的进步。今天我就是怀着这两种心情，感谢与敬畏，来结束我们第一次的会议。谢谢大家。各位辛苦了。说的是有道理。恭喜你啊。有什么可喜的？我走到会议室门口啊，正好听到你讲的最后的一句话。这是一个经营管理先驱所说的话，我不过是拿来运用而已。毕竟是念过一些书的人。好像你没有念过书似的。董事长，今天这个会议本来应该是你主持的哦。我临时有点事。哎，怎么可以让各级主管坐在会议室苦等呢？这叫做人力与时间的浪费，也是对员工的不敬不畏。以后啊，我会留心，从明天开始我要陪你到各工厂去巡视，所有的路程都已经安排好了。怎么，是不是另外有事？有事情了。能不能告诉我？我说过，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等看过各地工厂回来以后，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我会请你提供意见的。其实，也不过是家务事而已。是不是又是可伦的事？爸，你看到底该怎么办呢？当初讲好的吗？他走，可莉交给我。不是你说现在，爸，反正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把可莉带走。这我知道。可莉虽然不是你妈亲生的女儿，可是你妈爱她，你妈疼她，并不下于你跟可欣。爸，其实可莉最善体人意，妈最疼的是可莉。我知道。我要想办法找着他。嗯，行。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准了他会来找你，所以我就等这巷口等他来带路，让这小子先来通风报信，好让我也先听听你们爷俩算计我什么。
干嘛老躲着我，不跟我见面呢？不，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是什么也没有了。我什么也不要啊，我要人，要你，要可丽。爸啊啊！我先走了。哎，好好。我再打电话给你。你干嘛去找方若梅啊？哎，我要我的女儿啊！嘿，你真会捡现成的啊！要女儿，那你当年你为什么不把她带走呢？嗨，你有没有良心啊？这当年我才19，哎，我带个小孩，我怎么讨生活，怎么过日子？我，瞧你这狼狈相。为什么不整整头发呢？哎呀，那你管干嘛那么凶哟？你不记得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又多情又温柔的。哎呦，那是过去了。那个时候我有钱，我年轻。现在是钱也没了，人也老大不小了。你没有钱。我倒还有一点儿啊，是你是老大不小的，我也不是17、18岁的小姑娘。哎，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呀？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官场中打了那么多年的滚，现在嘛。跟我几个姐妹淘开了一个小酒廊。嗯，哈哈，现在是大老板，可惜呀。可惜什么？嗯，可惜现在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郑仁杰了，没有多余的钱去给您捧场了。哎呦，太爷啊！我来可不是为了榨财的。你来干什么？你直说好了。我找个老伴儿啊，找个律师啊，我要过几年正常的生活。哎，你怎么看上我了？耶，你是可丽的爹呀，老婆又不要你了。嗨，咱们凑合凑合，还能组织一个小家庭。情为何处？就我一个人在家，小哥出去了。哎呀，放心啦，妈，放心，我不会乱跑的啦。乖啊，哎，哥哥回来，叫他打个电话给我。嗯，拜拜。
怎么，还没回去啊？嗯。这些等明天上班的时候再来整理吧，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下定决心要在3个月之内把所有的立翔企业事务弄清楚。现在公司交给你负责了，你有的是时间，一年两年你可以慢慢的利用啊。不对，我要更积极更有效率，免得万董事长被同业属下讥笑聘请了一个花瓶。韩卫，这张400万的订单是你签的？嗯，我答应过要支持他的。自从你离开他的公司之后，他就很不好，这批货对他是个弥补。我不赞成你这种做法，你不需要为了我背下这个人情包袱。韩卫一向做事浮躁，好高骛远，你是不是应该取消这张订单呢？你以后会了解的。我做事的原则是诚实信誉，既然都已经答应了人家了，就不能再反悔。这件事不要放在心上。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让我替可伦安排一份工作，这样也可以减轻你的一些负担。谢谢，目前不太适合，他要出国念书。我是诚心诚意的，希望你有什么困难都尽量的告诉我，不要太见外，如果太客气了就显得陌生了。如果你把我当作是朋友的话，不妨告诉我。我刚刚送王一军走了。他走了？你呢？您不是要一块儿走的吗？我并没有说我要走。为什么呢？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跟你一块儿留下来。我是指王一军，他应该留下来陪着你，分担你的一切痛苦跟快乐。出国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我也曾经答应过他要陪他一起走，是我违背了誓言，是我辜负了他。那他一定很伤心了。3年多的情感就是这样。他会回来的，有的时候分离还能加深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王一军在离乡背井的情况下会非常想念他的家人，想念你，他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去鬼混呢、啊？怎么到现在才回来？我出去找工作啊。嗯。然后到处走走啊。哇，那太棒了嘛！哥，你领了第一次薪水，可要请我们全家大吃一顿了。嗯。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妈，哥不跟王一军出国了耶。妈，你不知道啊？是什么？
妈，王一军已经走了。他为什么一个人先走呢？我觉得我们两个分开一段时间，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的。我问的不是你们的感情，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呢？妈，我已经念完大学了，我也不想再增加妈妈的负担。而且我记得我跟妈讲过，说我不要出国念书的。是说过，但是没有决定。我以为你跟怡俊在怄气，或者是见了你爸爸受了他的影响，没想到你当真。妈，如果说你的聪明才智是不值得栽培的，我就不勉强你。可是你不笨呢，你可以继续深造，你为什么放弃呢？妈，我决定留下来找工作做，是想磨练自己一下。明年，明年，明年，你有几个明年啊？你损失一年的时间，是永远没办法弥补回来的损失，你知道吗？妈，可欣，可伦不出国了，你知道吗？我只有跟可丽讲。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为什么不跟你姐姐商量？你们一定都会反对啊。没有错，我反对，我反对你这个自作主张的决定。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就算是不出国，将来的出路也要有所打算呢。妈，我想可伦应该有他自己的打算的。我错了，我不应该让他去见他。我早就料到，他一定会破坏我的计划的。做儿女的是不应该批评父母的，但是我相信可伦的决定绝对不会是受爸爸的影响，他都已经二十几岁了，会有自己的主张的。妈也不要一有什么错就往爸爸身上推嘛。可伦从来就没做错过任何事情，这次见了他以后就连二接三的发生了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情，你能叫我不敏感吗？我不是在怪你，我是在谈爸爸。好了好了，不要再谈你爸爸了。可伦，爸现在过得怎么样？很好啊。奇怪，妈当时怎么会答应让你见爸爸的？是爸拿了二十万给我当出国的费用，妈要我去谢谢爸爸。那你就不应该改变主意，辜负了爸爸这一份爱心。姐，你不了解了，其实爸爸并不是真的很有钱，他……这么说，你要向我借的25万就是要还给爸爸的？把详细的经过情形告诉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可伦，我欠你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妈。我不是要你还我的钱，我是要你告诉我爸爸在哪里。十几年了，难道我心里不想爸爸吗？告诉我可丽，尤其是现在为了可丽的事情，更是需要爸爸出面解决了。Thank you.
酒，喝得这么重啊。以后啊，只要你想喝酒，每天都有酒喝。开酒郎没别的，就是酒多，爱怎么喝怎么喝。真的？当然真的嘛。光是客人喝剩的酒倒出来啊，就够你喝的人事不知了。那你让我喝人家的剩酒啊？今天不是了，但是以后我每天要供你喝洋酒，那不是只好喝剩的了。去你的！你把我赵仁杰当什么东西啊？你去叫我喝人家的剩酒啊？喝人家的吐沫？陶红，你。太瞧不起人了，我的大少爷，光是说说而已，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呢？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哎呀，儿女总是你的嘛。这个儿孙啊，自有儿孙福，现在孩子都长大了，翅膀也都长硬了，这将来啊，娶的娶的，嫁的嫁，一个一个都会离你，远走高飞了。你别嘴硬了，还不是偷偷的在跟儿子来往。那是他来找我哎。我不配做他爸，废话，什么配不配的？他是你的种，你就是他老子，就像可丽是我生的，我就是他妈。你是怎么了？你忘了？我们可是说好的哦，要组织一个小家庭啊。你我还有可丽，不行，可丽不能要回来。为什么？那方梅把他带大的，方梅是他妈呀。可丽是我生的，我就是他妈。方若梅算什么？方若梅只能算是奶妈、保姆。那谁，桃花，我们这个做人呢，要讲良心呢，那可丽从小就是方若梅一直把她带的这么大，她在她身上花了不少心血，你看人家把可丽，那一个。很教养的很好的小女孩，你不行，你干嘛老护着她呀？我难不成你还在想她？你不要再提这件事好吧。哎呦，老修成怒了。不是，事情过去就算了，已经十一年了，你还在这个干什么？你这喝，你刚喝了洋酒，现在喝这个，你走开！我就要自由自在，我想喝的时候，我就喝。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女人管着我。妈，不舒服啊？哦，不是，大概是有点小感冒，吃颗药，睡一觉就没事了。如果太严重的话，就不要勉强撑着去上班哦。还有。过两天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大家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可丽的事情。
你要到哪儿去啊？哦，那个明天我要跟董事长出差，到各地工厂去看一看。你自从做了总经理以后，会不会觉得负担太重了？不会的。如果会的话，你不要逞强，一定要退出，才不会把人家公司给弄垮了。妈，我又不是那么无能的蠢材。你也不是天才，经营大事业是一门大学问。万兴他的机构很庞大，不像杭威那个小公司，随便你要怎么做都可以的，知道吗？妈最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了。我知道你的事业心很重，你的能力很强，可是你要知道强中还有强中手，人外有人，在商场上是瞬息万变的。我会以不变应万变。改天请万先生到家里来吃顿饭吧。干嘛？哦，贿赂他？不必了，我是靠我自己能力吃饭的。话不是这么讲，万先生对你那么好，于情于理，我们应该谢谢人家，他把机会都给了你了。是，免得人家说我们家小孩都不懂事。改天我把妈的意思传达给他就是了。我去帮你收拾几件衣服啊。啊，妈，不用了，我自己会收拾的。妈把你给吵醒了。没有了。妈，你怎么还不睡呢？妈睡不着，所以过来看看你有没有踢被子。没有了。你看你都这么大了，再过几年你就要嫁人了，你将来怎么照顾你的先生，你的子女呢？嗯，妈，我一辈子都不嫁人，永远陪在你身边，好不好？就希望你永远不要离开。嗯，永远留在妈的身边。好，我永远不离开妈妈，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妈妈。好，过来啊。嗯，那你赶快睡。好，好，妈晚安。哦，最近呢，你们学校是不是有坏人去了？没有啊，妈，你听谁说的？没有就好。我们学校有警卫，陌生人都不可以进去的。哦，除了在学校，在马路上碰到陌生人的话，你要尽量的远离他。哎呀，妈，你不要说的那么可怕好不好？好像到处都是坏人。是，因为你是女孩子，所以特别小心。啊，我知道。好，睡吧。那晚安。哥，妈，我下面去了。哎，
吃完再走嘛。妈，来不及了啦。哎呀，你拿着边走边吃，像什么嘛啊？那我不吃了嘛。哥，给你吃。我不要吃。好，你带走，带走，带走。妈，走，再见，再见。妈，我跟可丽一起去。不用去了，管不住的。只要他是有心要去找可丽的，他总会有办法。而且，你总不能整天的站在教室门口吧？妈，那要是他把妹妹拐走了呢？母亲带走女儿，怎么能说是拐走呢？妈，你是心甘情愿妹妹被人家带走啊？不心甘情愿，又能怎么样呢？妈，我会想办法说服他，让可丽留在我们家。有可能吗？我想了一个晚上，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可丽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了解她自己的身世，让可丽拥有两个家，两个爱她的母亲。妈妈，我干什么？我生气。一大清早你跟谁生气啊？跟你老婆。方二梅啊。还有你。嘿，这我在这儿睡觉，我找你了。你当初是怎么说的？把女儿交给方若梅，她会好好养她，啊，好好教她，啊，好好把她抚养长大，啊，放她的气。这怎么了，妈？啊，你知道方若梅把我女儿养成什么样子？这什么样子？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不懂礼貌。你怎么知道的？我一大清早起来就搭计程车到你老家门口去等着可丽出来，我一直跟着她到公车站找话跟她搭讪。你知道她是用什么态度对待我的？废话，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刚开口问他一句，小姐，他马上给我，我不认识你，我没辙了，我只好想话，想话去跟他搭讪。我就问他公车的路线，他给我三个字，我不知道，然后把头昂得高高的，那副样子看得把我气疯了，哪像个读书人的样子。我店里的小姐都比她和气几百倍，我是她妈耶，她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她居然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哎，她怎么知道你是生下她的人呢？你也是无聊啊，大清早没事找这窝囊气干什么？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她，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看她长得亭亭玉立，她比我当年长得还漂亮。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可丽都这么大了。哎，我跟你说啊，只要她往我店门口一站，我包管路过的男人都会进来喝两杯。哎，嗨，她是你女儿啊。哎哎，你怎么打这主意啊？我不会让他干我这一行的，我只是这样说说，形容他长得模样美嘛。那你就不会用点好的词儿去形容他呀？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没念过几天书。这是幸亏把那个可丽交给黄二梅了，那交给你啊，全让你给糟蹋了。我才不会糟蹋我自己女儿呢。如果她跟我，我会给她布置一个好漂亮的房间，她要什么我给她什么。我会教她好好待人，教她礼貌，教她和气。想到这点我就气方若梅，哼，亏她还是个幼稚园园长，将来可丽要是生了孩子，我才不会让她把小孩子送到她的幼稚园去，好好的一个孩子都给她教坏了。你说很重要的事，就是看房子啊？不是的，我是看一个分开多年的朋友，不是我的一个亲人。哦，那我陪你去。哎，不用了，我们还要赶路嘛，下次我自己来好了。也好。老马呢？他去菜场买菜，还没回来呢。啊，等一下他回来，叫他到我办公室来。啊，好。叫啊！把你家大少爷的地址给我。你也去找少爷去啊？那哎，我可以领您去啊。少奶奶，您什么时候去啊？您早告诉我，我好去先去给他收拾收拾。他那个地方，少爷从来就不收拾的。但您去一看呢，您又一定会数落他，说他懒散呐、啊。我不会说他什么的。是啊，话是不错呀。可是您去一看呐、啊，您还是会火冒三丈呢、啊。我有事要去求他。哦，快把地址写给我。哎，少奶奶，这个地方可不太好找啊。只要有地址。我就可以找得到。少奶奶，您现在就去啊？嗯。哎，我这会儿没事，我陪您去好吧？不必了。少奶奶，您还要多忍一口气。虽说的好啊，家和万事兴嘛。现在小少爷、小姐他们都长大了。少爷现在也不像从前那么花出来，啊，您不信，您到这一看您就知道了啊。哎呀。可怜哦，快50岁的人了，现在还过得孤苦伶仃的日子，有一顿没一顿的。我去去就回来。哎，园长，江老师，我要出去办点事儿。哦，您尽管去忙吧，麻烦你了。哪里？哎，江老师，你是园长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他没跟我说耶。我知道。哎，哎，真的啊，他呀去找我们少爷去，请我们少爷回家。
好久没有享受到让女人伺候的滋味了。这你自找的，家里有老婆。哎，你不要提她好不好？怎么了？又招惹你伤心难过了？曹操就到了。进来呀。来，坐。那什么。昨天晚上喝醉了，是陶红把我给送回来的。我们俩是十几年都没见面了，昨天又见了。我这那什么，是他那个在他开的那个酒廊里的喝了几杯。对了，你吃早点吧。哎，我这儿有早点。再过一个小时都要吃中饭了。啊？你管我什么时候吃中饭呢？哎，你要搞清楚哎，你到我这儿来你是客人，我对你客气。你凶什么？我又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本来嘛，我请你吃早点。你看你跟那死羊怪气的样子，看了看表，啊，再过一个小时吃中饭了。你那什么语气啊？我的生活习惯你又不是不知道，晚上懒得睡，早晨起不来。你觉得我的口气不好，我道歉。你道歉？哎呀，算了，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不必了。你也不必借题发挥了。我突然间来了，陶小姐也在这里，你自己心虚，故意要找一个理由，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哎，别把我扯进去啊。你们夫妻相聚，我走了。陶小姐，请你留步。干嘛？光天化日之下，就算孤男寡女处在一间房里，穿着这身衣服也不会有什么奸情吧。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要商量一下可丽的事情。这件事没什么好商量的。桃花，哎呀，天皇老子说情都没用，我要我的女儿我是要定了。人与人之间是要相处才会有感情的，可丽跟你相处都会有感情，何况我们还连着一层母女连心。我相信她不会不要我的。我求求你，可丽跟在我身边。不行，如果你要看她，你可以到我家里来看她，或者是放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去跟你住几天。哎，好。嘿，哎，这个主意好。两个都是妈。你想得美哟。我告诉你，有他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享其人之福，办不到。哎呦喂，你扯到哪儿去了？我们现在是针对可丽的事情在商量吗？可丽是跟着若梅长大的，她住在他们家里的习惯吗？哎，还没跟我住一块儿，你怎么知道他不习惯呢？在这个期间，可丽的思想性格都还没有定型，所以我不想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世。等过一两年踏入社会做事了，我会告诉他的。我等不及了，暂时让他叫你阿姨，你随时可以来看他。哎，对对对，我还有个要求，我希望你跟可丽的生活圈子要隔开，不要让她受到感染。
怎么，开酒廊犯法了？陶小姐，我没有说。你是说你嫌我不够高尚，对不对？我是说，你的生活圈子比较复杂，可丽还没有定性，会影响她的。就是为了可丽，所以我才准备跟她结婚，组织一个小家庭。他只是这么说说呀。你随时拿离婚协议书来，我会签字的。是他自个儿找上门来的吗？你不要再说了。哎，你凶什么？我是说你少说两句好吧。我为什么要少说呢？我，哎，你不管怎么说，我跟方若梅总还是夫妻啊。你在这儿让他看见了，这已经就不顺眼了，你还发什么泼呢？你说我泼辣，你现在跟我说清楚，到底是方若梅泼辣还是我？哎，你，我那你叫我怎么说嘛？不，你不管怎么说嘛。我跟方二梅到底还是结发夫妻啊。既然是结发夫妻，那你干嘛不回家住啊？你干嘛要窝在这儿过这种穷困潦倒的日子？我那没他的事儿，那是我自个儿心甘情愿。他家里人是？我不是，我是幼稚园的老师，他是园长。哦，他需要住院，你赶快通知他家里人来，要缴住院保证金。哦，那要不要紧呢？你目前看也不要紧，不过还要做进一步检查。你赶快去通知他家里人，赶快来。好好好，我这就去。请问郑可欣小姐在不在啊？总经理跟董事长出差去了。啊，她出差去了？多久会回来啊？请问你贵姓？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事没事，如果她打电话回公司的话，麻烦她打个电话回家好吗？谢谢。回家，我要回家。
让他回来。被他们带走，冷静一点。燕蓉，我要回去，让我回去吧，燕蓉，让我回去。园长，你要休息呀、啊。我要回去，燕蓉，医生说还不能出院，你先躺着吧。好，先躺着，先躺。燕蓉。